厨房。坏了，乐队已经到了，李晨还在路上，大约十五分钟到达，大约十五分钟到达。不赶趟了，蒸蛋糕需要四十分钟，我们还没炼奶油。现在所有面点师傅都盯着手里的活，蒸馒头。康先生，康太太，恭贺新婚，能接待你们是我们饭店的荣幸。祝二老健康长寿。请品尝我们饭店特别为你们准备的中国蛋糕。徐斌，谁呀？真的要来啊？我很忙，我一直都不歇班。对，我没时间。你不要来。我不想见到你。老人家，这是我们的主厨徐冰。哦，真了不起呀，女大厨。非常感谢，这是我吃过的最正宗的粤菜。好，来，我敬您一杯酒。祝二位长寿，谢谢。喂，
你不要来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有奖天天猜，宝贝等你拿。现在我们来进入下一个问题，问的是瑞典的首都是在什么地方呢？移动用户可以发送到18909，联通用户呢可以发送到8909，而小灵通用户欢迎您发送到18809。今儿这道题的奖品是由沙瑞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游泳衣。好了，我估计各位呢已经闭上眼睛神游的差不多了，不知您游到瑞典那段没有，也不知您游到瑞典的首都看见那城市的招牌。我看到了那个城市的招牌了，那个招牌上写的斯德哥尔摩。斯特哥尔摩，您答对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赢得这次奖品的手机尾号是6603的朋友，这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位老朋友了，恭喜你，这套来自鲨鱼体育提供的游泳衣就送给你了。哎，问一下圆圆，哎，去过欧洲吗？嗯，梦里去过。我估计好多人都在梦里去欧洲神游过。下面这道题，我过得很好，你要想让我过得好，就永远不要来。龙虾生活在海底最黑暗的深处，当它成长的时候，它开始变得孤独，它从内部吃自己，直到死掉。所以你不能以它的大小来判断重量，如果它比表面上看起来轻很多，那它就是孤独的太久。咱得想办法让头恋爱啊，要不然整天跟钉子一样钉咱们。要人才有人才，要钱财有钱财，怎么没人要？这岁数了就不好找了。女人心海底针，这老处女的心谁摸得着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平时见了头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怎么有点这种胡说八道？我有一双鞋特别适合你，我穿不了了。哎，你看看真是挺好看，非常适合你。哎呦，这里边还有棉呢！什么棉的毛？骆驼毛！对，怎么还闲的呀？双葱牛仔力不熟啊，你下次做熟点，每次客人都背着我吃。没有特殊要求吗？粤菜的牛仔力就是七分熟。顾客是上帝嘛，弄熟点才弄熟点。他是上帝，那我是什么呀？奴隶呀？什么嘛？
应该的啊。哎，你觉着他哪儿不好啊？嗯？谁不好啊？啊？都换洗衣服了没有？把鞋换上。箱子里什么东西？那是我妈妈的东西。洗手洗脸。你看你多脏，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东。
这条毛巾是你的，不许用我的，牙膏牙刷也没有，明天给你买。你睡这，洗完澡自己睡，过几天你爸爸会来接你，要不听话我就把你还给警察。文物啊，所以就具有了极高的价值。对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再追加一个问题，他生于哪个年代呢？移动用户请发送到18909，联通用户发送到8909，小灵通用户洗完没有啊？妈妈，干嘛？妈妈，我害怕。睡过了，睡过了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睡过了。你老实待在车里啊。来吧，你带我去看我妈妈好吗？等你爸爸来了，让他领你去看。我要去看我妈妈，我要去看我妈妈，我要去看我妈妈，我要去看我妈妈。说小强，我俩动动，好好，动动动动，你冷静，我就冷静，你不动，我就不打你，好吗？啊，来来，起来，来，你妈妈受伤了，病得很重，你们在高速路上出了车祸，她是我的朋友，她是带你来看我的。他受伤了，我也很难过，医生都不让我去看他了。等你爸爸来了，让他领你去，好吗？我妈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！你滚，你滚！不要闹了，阿姨喜欢你，好吗？你骗人，你骗人！你不喜欢妈妈，你不喜欢我，我讨厌你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你滚，你滚！
他哪天来啊？警察已经通知他了。你爸爸是个不守信用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我现在送你去学前班，晚上来接你。来点吧，来，来点，来，看看鱼，看看鱼，看看吧，鱼来，来，看看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别乱猜了。你看看，那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，很久没有联系了，说要来看我。他妈在高速路上出了车祸死了，他那倒霉爸爸在捷克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哎，为什么说是倒霉爸爸呀？你别问了。鞋不错，挺漂亮的。啊，对，他们说我越来越像你了。像我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你们在我背后乱嚼舌根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哎，我有车，我来，我来，来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就在那儿，来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有车来晚了。你把我忘了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在鱼市上啊，碰见一个阿姨，我把她送到医院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她今天啊生了一个宝宝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都说了对不起了，走吧，啊。你走不走啊？你别嘟着嘴了，别不开心了，我都说了对不起了嘛，我下次一定记得，好不好？你把我忘了？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要不这样好了，我赔偿你一次。一半就谢了，挑着吃。我做的菜比你妈做的怎么样？我妈在家里不做饭。不做饭？在家都是我爸做饭。你爸真贱。讲故事，讲故事。你别烦人了。快睡吧。哎，讲嘛讲嘛。妈妈每天都给我讲，爸爸也讲，讲白雪公主和灰姑娘什么的。你爸是个骗子。你才是骗子呢。那好吧，我给你讲吧。从前呀，有一个小朋友叫小红帽，
还被一只大灰狼给吃了。讲完了。再给你加上一个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快睡吧啊，来。是他朋友的孩子，朋友死了，先在他这住几天。您别在背后乱嚼舌根子啊！朋友，他还有朋友啊？啊，切，这多新鲜啊！这老程，你就不能有朋友了吗？不是呢，朋友死了也没变得伤心吗？伤心给你看呢，你自己问他呀，别老问我。我问他，哎，我一见他就哆嗦，长得像我初中老师。摔疼了没有啊？我不再上学了，让我走。我不吃你家的饭，我也不住你家，好心人多了。哟，能耐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快起来吧。阿姨都认错了，来起来。哎呀，走。说了，有理不熟。
你就再回回锅吧你。铁板牛牛怎么回锅呀？你脑子有病啊？哎呀，你就回回锅吧，人家说你是吃生肉长大的。吃了就是个脆劲儿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不懂就别点。哪不熟了？怎么不熟了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，我要给你们换桌布，我给你们换桌布。我真解决不了了，免得当顾客还闹。徐斌啊，我知道你最近事儿多，这样吧，今天你先回去。把情绪调整好了再来，啊！我妈妈是不是死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死了？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死了就是永远见不到他了。是，你妈妈是死了。饿了，我可以把童话书借给你看吗？为什么要借给我看？你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我给你念一段。每天放学后，孩子们总喜欢去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耍。这是一个很可爱、很可爱的大花园。春天鲜花盛开，秋天桃树结下累累的果实，鸟儿们呢都在树枝上欢快地唱歌。有一天，巨人从朋友家串门回来，一进家门就看见在花园里边玩耍的孩子们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他粗声粗气地吼叫起来，孩子们吓得咻一下都全跑掉了。他又说了，这是我的花园，不准外人到这边来玩。于是他就沿着花园筑起一堵高高的围墙，还挂出一块告示，闲人莫入，违者重罚。他可真是一个自私的巨人。
挂虾球怎么还不上啊？啊，十六号已经催了，赶快上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你那么高兴？没说什么，真没说什么。我都看见你笑了，你怎么能对他笑呢？我对你那么好。啊，我叫施慧宝，朋友都叫我小宝，叫小宝吧。哎呀，都在这儿呢。徐冰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哎，你们都认识了吧？小宝呢是我请的，也是想给你减轻点负担，他也是特一级，以后你们好好合作。合作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知道这块地是你的，一句话我服从命令。你要不同意啊，我现在就走，我找了一个月工作，不在乎多找几天。小宝，你别走。厨房是我的，我说了算。饭店是你的，厨房是他的，没他，这是一堆钢铁。我现在就听你一句话，让我走还是让我留下？把头巾摘下来，不允许听音乐。现在这粤菜越来越不讲究了。你说这西红柿炒虾仁，老一辈的做法呢，虾仁烧熟了，倒到挖空的西红柿，既保持虾仁的原味，又能吃出西红柿的鲜劲来。可现在有番茄酱了，倒到锅里红乎的一片，什么味都吃不出来。西红柿虾仁，你做。说这个西红柿虾仁最好吃，下次来还吃这道菜。把我的招牌菜换了。
着走就行了。来来，我来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徐涛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宝宝瘦的真不错。涛吃素。哦，好歹吃一口给个面子嘛。茄丁昨晚就腌了，炖鸡肉的啤酒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。东东，好吃吗？嗯。八姐头也给个机会。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这些动物尸体？你知道蝙蝠侠吗？我有第六级套装呢。哎，你猜蝙蝠侠和冰冻人谁最后拿哪把宝剑了？然后我也不知道了，等着第七集出来吧，宝贝儿。自己玩啊。啊。你为什么打孩子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把他带到后厨来就是我们大伙的事儿，你不能随便打孩子，向东东道歉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他先打的我。你是大人，他是孩子，孩子就是不能随便打。要不道歉，我们大伙都不干活了啊！哎，起哄号谈切菜啊！这笔账先给你记着，现在不用道歉，不够正式。兄弟们，干活吧。几个来来来来来，正式给东东道个歉，保证以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了。道个歉不丢人，你要不认错，哥几个都不干活了，晚上你自己玩勺子啊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正式一点嘛。我，东东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你，我向你道歉。保证不会有下回了。别哭啊！打你的时候不
哭，你现在哭什么呀？好了，乖乖乖。你们欺负我，你们也向我道歉。冬天永远留在那儿了。北风、冰雪、寒霜，他们快乐的在花园里跳舞。还生气啊？我不让你在那里乱跑是有道理的。厨房里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，大人们也都对你很好，但其实是很危险的。那里有火，有天然气，还有烧烫的锅子、滚烫的油，还有各种刀子，那崩到你身上一滴油都要掉成皮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吃了辣椒。你这么一叫啊，我都慌了，你把我吓死了。今天休假，你想去哪玩啊？约了小宝叔叔来家里玩的。什么？他昨天帮了我，我得好好谢谢他呀。你叛徒！叔叔，我徐斌，知道那个什么宝的电话吗？不知道，他住在饭店，那你快去把他叫来听电话。你说什么？一大早就出去了？来来，快起来穿衣服，刷牙洗脸完之后跟我走，想吃什么去哪玩阿姨都带你去。可是小宝叔叔不是说来家里玩的吗？这是我家还是你家？我的家男人不能进来。那可是我的男人啊！下床，快！不下，我不下。下床！不下，不下。来来来，东东来，你看啊！哎呀，这么多东西！你看啊！哎，这个。这个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送给你了，好不好啊？哎，还有这个，这个过期了，来，这个这个，你看啊，哎，这个墨镜很漂亮，来，送给你，长大了之后可以戴，多帅啊啊！这个，这个你用过吗？哎，这个这个，来，我叫芭比。你要是跟阿姨出去，我就是你的喽。我是男人，我不喜欢玩这些东西。小宝叔叔，小宝叔叔，回来，小宝叔叔，回来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不准乱动，害死我了！别乱动啊！这放冰箱里去，宝贝儿。OK。
别动，这个饭我跟东东做，你休息去。放冰箱我给你。等会儿放冰箱吗？去去休息去吧，宝贝儿，喝什么？嗯，这个。可乐。哎，干嘛在这吃啊？野餐，咱们吃野餐了。哎呦，可乐！哎呦，酒。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多多，多吃点啊！来尝尝我跟哥们儿学的泰国菜，好不好吃是个乐子。来，多多，来多吃点啊！为什么要加腰果啊？哦，我瞎想的，借点香气。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，到你这儿做饭，那不找抽吗？做泰国菜你不会挑啊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手艺不错。多多，给你讲笑话。嗯。从前，面条和馒头打架，结果呢，馒头被打败了，屁股被打一顿，吃亏了不是？这个馒头呢，就找他哥们儿，面包来帮他忙。结果呢，路上碰见了方便面，上去后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暴打，把他打得屁股尿流，边打边说：“你以为你烫了头发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谁？”然后呢？然后，方便面挨揍了，又不干了。找哥们儿通心粉，又炸酱面，乱七八糟找了一堆，又上街呢碰见小笼包，上去噼里啪啦一边一顿打，又把小笼包打败了，边打边说：“你以为你穿上童装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谁？”我先来。嗯。来男的，哎，动了。给我的妈，继续给我。够了。啊！动了。你。动了。高难度啊！我来收拾。哎，晚上空气真好。是。累不累？走一会儿吧。你好像很怕那个孩子。我怕什么了？我什么都不怕。真的吗？也不怕吗？什么感觉？是的。
出过了晚高峰就可以回去了。你不也在这耗着吗？我在这住，没办法。哎，孩子在这多可怜啊！要明天过了晚高峰，我带他出去玩吧。我不放心。不放心，可以一块儿去呗。我的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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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哎，快没血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完蛋了，我中了一枪。上上上上上上上去！不过去玩会儿啊！不行，他们都拿着枪，还有一个扔手雷的，我一会儿就没血了。那你给我。把他叫醒，脱衣服洗澡。别叫了，孩子累了，今天玩儿挺高兴的。我走了。我答应了带东东去游泳。我不会游。我也不太会，带孩子出去玩玩嘛，天天闷在厨房里，多不像话。我不去，头疼。你是现在头疼，还是一会儿头疼？
过得乱七八糟的，都是东东闹的。他一走，就正常了。我现在明白你是什么人了。哇，好恐怖的一个问题呀、啊！说白了，那就是一具女尸啊！她叫什么名字呢？虽然说她已经坐骨好多年了，但是因为她是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啊，所以就具有了极高的价值。对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再追加一个问题，她生于哪个？我是个道德高尚的人。第三，就算我说错了什么话，请参考第一条跟第二条，我应该被原谅。我就是开个玩笑嘛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你开不起玩笑了，今天走的时候那样，好像要吃了我。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？你欺负我，你还知道玩笑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还知道长城有多长，我们离月亮有多远，金字塔有多高，多少块石头砌起来的。拿破仑第二任妻子叫什么名字？是哪国人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约瑟芬，奥地利人。我不知道。要不然我就可以一套刀具了。你再往前走一步。刚给20呢啊！快，我来组吧。说见过世面，什么事搞不定、啊？给就给吧。哎，宝哥，你要真把头给弄舒服了，下面这哥几个还真就送过去了。哎，咱们厨房两大秘密：第一，这头到底多大岁数？第二，这头到底是不是老处女？全看宝哥了啊！是不是？保密啊，哥几个，一定保密！没问题。但看看你们一群臭男人，臭男人，臭男人！哎！
有完没完？你不要再打。我是。你好。什么时候？是这样子。我知道了。你别客气。你爸爸明天来接你。哎呀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他们是在胡闹呢，你别太认真了。啊，不用吧，头，我，不，你听我说，我，哎呦，喂，喂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让我把他的东西送回家。要辞职，不行，不许送啊！哎，我跟你谈谈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你听我解释，那个。是个玩笑，后来说着说着就当真了。我不是想跟他们打赌，真的，我真是喜欢你。我向你认错，是男人发送一样吗？你不能不理我，求求你说句话呀。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女人满大街都是，你可以找他们说去。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从来就没有想过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。你这是要刺伤我？不。你不会受伤的，你跟我不一样，你是混蛋。我是混蛋，我肯定是混蛋。你听我认真说，我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放弃我自己。我们在相爱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你可以滚蛋了。最后你还是会离开我，我要马上回家，我要吃饭。欣赏月色，听收音机。我陪你回去，你放心。我要的是你，不是干别的事情。那好极了，我们把话敞开了说吧。跟我在一起，你很有优越感是吗？后厨房里那个老处女冷漠怪癖，对你来说很有难度是吗？这个混蛋，你已经把我骗过去了，你该满足了吧你？你简直无可理喻。早晨，巨人在床上醒了，他听见动人的音乐，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窗外唱歌。巨人老了，他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，看着孩子们玩，同时欣赏自己的花园。他说，我有许多美丽的花，可是孩子才是最美丽的花。我错了，我一直都做错。阿姨，你是个乖孩子。阿姨舍不得你走，
后事都处理了吗？东东的妈妈一直就想见你，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。你们俩这也就算见面了。都是我不好，他要不来看我的话，也不会出事儿。半年前他就查出来得了癌症，肝上的，当时一检查就已经是晚期了。他就想见你，他希望能够得到你对他的原谅。其实我应该陪着他一块儿来的。你不也是来了吗？西平，你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当时我结婚是突然了一些，但绝不是冲动。你太要强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他一提起这事儿就心里难受。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，我当初就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说了。这是他给你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咱们过去拍的照片，还有一些东西，好像还有贺年卡什么的。我们在国外漂泊了很多年，这些东西他一直都保留着，他一直都保留着那段过去。他希望你能明白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还那样，觉得也不错。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是一个很好的大厨，我们打算结婚了。这太好了。太好了是什么意思？太好了就是说终于和解了，对吧？回去吧，我们走了。东东挺好的，很像他妈妈。是什么东西了？我等小宝叔叔来呢。他不会来的，他不知道你今天要走。你上厕所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了。叛徒。抱起来，等。这就是你的那位吧？
是。哎呀，宝贝儿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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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非常感谢啊，你们把东东照顾得这么好，谢谢。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想不照顾都不行。来，宝贝儿，蛋挞路上吃啊！你看，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哈。好，来上车。我祝你们幸福。啊，我们会的。你以后再也不能欺负小宝叔叔了，我会回来检查的。大马哈鱼每次产子的时候，横跨整个太平洋。他们的结局，往往是因为精疲力尽，最后终于沉入深海，再也游不上来了。每个冬季，大马哈鱼都会死掉，像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，更多的死于心碎。好，你别生我气了。是他们威胁我。其实，宝哥也想让你过得愉快点儿，他们不信，这才打的赌。他们还说，要是宝哥能把你约出去，大家伙掏钱。平时
你是太严肃了，可是你这一走还挺不适应的。不是还有那个什么宝哥吗？他走了，他第二天就走了，跟谁都没说。黑白配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，你们提出来我一定努力改。有意见吗？嗯，那好，干活吧。哎，收拾完了可以下班了啊。宝哥在鱼市干活呢。还是那个笨头笨脑的，啊，他一点都不笨，他六年级的时候还得过奥数冠军呢。恭喜恭喜了，真幸运。啊，是我吗？我是说那小子，你要每天给他做饭了。我决定把我的本事全都传授给他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可以给我做饭吃了。对对对，男人都很贱。回婚，开过一个饭馆，垮了。后来就遇见了你。我向你道歉。参加别人的婚礼很伤感，是不是？你今天要不来，我就打算回去自杀了。
该自杀的是我，可是我又怕疼，想找过来的人问问，找不着。现在你找着了，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了厨师学校的老师，他大我7岁，我们就开始要拍结婚照了，他突然变卦了，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结婚了。我当时就觉得谁都靠不住，一个人在街上走到天亮，后来决定自杀。我是说，我不能让坏的事情消失，但是他来的时候，我想陪在你身边。我不能，对不起，你走吧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？你每天对着镜子想，我比别人干净，我比别人了不起。我没有那么想。你就是这么想的，对你好你别扭，对你不好你也别扭。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你爱过别人，我以为你什么都不懂。你干脆直说吧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跟我在一起的意思？我没有，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我害怕，我害怕离开，我害怕孤独，我要害怕自己不孤独，我厌倦了害怕。我会怎么样？我不会怎么样？我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背了太多太多的包袱了，我没有办法往前走，我没有办法往前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再见了，拜拜。每次都会听到这首歌，不知道唱的是什么，大概跟往事有关。